帅哥回来了，快快快！沈腾、满丽，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Hello。嗨。哎，师傅，累不累？你吃饭了吗？啊，吃饭了吗？我们是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没事，不用弄了。不是，我们有，我给你炒个饭。做了剁了叫炒鸡，然后拌个饭，就盖码饭。想不想吃？一会儿看鹏鹏，鹏鹏。啊，晚一点再等鹏鹏的，鹏鹏也快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太忙了。回来，鹏鹏。哎呀，辛苦了，咋样？十二个小时在路上，太不容易啊。你饿不饿呀？吃东西啊！你要吃东西吗？你吃了吗，哥？他就等你来吃，你来点呗。我来，我来。我刚过来，我王老师又去热饭。啊，这个崽！那我去吧，我去给他们炒，你别管。我来炒吧，师傅，我来炒。你休息一会儿，没事，陪他们聊聊天什么的。我来。迅速的炒一个小小的炒饭，配一个辣椒炒鸡，